之前打算。被发现了，怎么起来了？是吧？耶！今天的午餐，今天的午餐配接下来演奇异博士。好多报纸哦，而且还是日本报纸哎，哎，真的哎，哇，好多，那是泡面还是那是零嘴吗？这个是快乐饼，薯条，这是薯条，还是报纸的可以留着。哦耶，白色恋人，一人一盒，太棒了，因为我买了三盒，耶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是蛋姐。哦，这真的比我想的小一点。
晚餐时间，看《英雄内战》。那我现在就是运动完要去洗澡睡觉了，这就是今天简单的我的防疫生活的一天，希望大家喜欢，就是一支比较简单的影片，而且我平常就是这样子素颜然后在家耍废这样子。那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平常防疫在家都在做什么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最后别忘了订阅我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